我们开始找位置，只管位置。我们低速的时候，指的高度要在这个中间位置，因为我们翻转的时候有一个允许翻转速度高于20，要21以上的速度才能翻转，因为我们现在19，我们要把中速设21以上，23也可以，23、30，中速的时候在低位也可以翻转，低速的时候只会在高位才能翻转。我们开起来的话立即换卷，看什么？看这个倒退指头，这个倒退指头。好，我们先暂停一下，暂停。踏板压下来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指头叫倒退距离，直管外径是45的时候，然后呢76轴外径直管是86的时候，是它那个指头会留得更长，就是依次类推嘛。七张，我们现在开始调刀的时候还是以纠偏为准，只有纠偏保持直路的时候，我们分切刀才能稳定下来。好，我两个扳手，然后呢我们这边打开下来，不要挨到留缝隙，挪动刀。然后我们上刀都是对准这个刀与刀之间，对准这种间距，对准间距，上刀把间距定位好以后，我们把自动打到手动。好，把纸断开，然后把螺丝面找回来，都能松动，轻轻地把螺丝打上。螺丝要轻一点，轻轻地慢慢打上。好，然后转到对面，刀还要能下得去。好，调刀完成。接下来我们把纸接起来，然后逼竹充气，把多余的纸拉起来，因为它开机的时候有一个惯性，纸太长会容易拉断，因为有接头，所以说我们把气压再降一点。我们这种开机方法是把纸管拿掉，然后返回主页。现在手动打到自动，我们只要米数存在都可以，还可以开机，还是开机复位，颜色变回了报警复位。这种接住米数走的时候要开机复位，报警复位，然后暂停的时候气量如充气，
定位 B 上来顶到气囊轴，然后在暂停当中我们可以送直管的。好，我们都可以开了，我们直接启动，然后把气压慢慢加上去，然后我们都可以下刀把它快速的拉回来，要切到排肺口中间，不能切到面子，切到面子收不起来。好，我们有一个鼓风机，我们都可以立即换卷。好，我们可以收得到了。哎，等我，计数器放上去。好，你这么长远，我得调整，放到头里面。然后计数，我们设定的张数是303.13米。好，贴标，我们这里是零，就是在暂停状态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手动送管。也可以手动贴标。好，我摁下来点下，它会下来。下来的时候这个地方会有一个数字在变化，我下到什么地方有数字距离。好，接近的时候，好，我们以这个距离为准，这是484。好，这个测量完以后，我们按贴标回原，让它回去。然后我们有一个贴标的一个，我们上面显示的有给的推荐值1.76，写进1.76也可以。好，我们然后。